我是初一的晚上飞机到了武汉，然后在武汉待了大概3天，就回到了北京。那么我也带了很多设备和烟油，我天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在酒店里面去拍一些评测，但是很显然失败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，我们来评鉴一个设备。这个设备呢，它叫做 Flint Kit，Flint 有打火石的意思。就 Zippo 里面呲呲打火或那石头，就叫 Flint。它是一个自带雾化器的一个杆子，简单而言。然后标志上写的电池，电池容量是1000毫安。好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杆子了。哇，真的很小，有多小呢？这是我的拇指，我把它跟我的拇指比一下，并且重量不重，感觉还挺轻的，有一种磨砂的这种手感。哦，这是它的雾化器。它这个雾化器，按照它的说法，里面专门配的 NS coil 是专门为尼古丁烟设计的。那么把它装上去的话，整个大概有多小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哇，这真的好小，一次性的小烟跟它比，它几乎就跟一个一次性的小烟差不多高度。我们看一下 menu，它是一个上注油的雾化器，里面装的是一个1.6欧姆的，然后带的是一个1.2欧姆的。电阻兼容是1欧到3欧哦，它三档可调，3.2、3.5到3.8，三个输出电压可调，是开机之后连按3下之后，就在这3个档位之间切换，按2下就是显示电量啊，2毫升油舱，不用旋转，直接这样一推就可以打开。好，我们用它来抽一个油，我们要抽一个奶珠的冰奶，这个奶珠的冰奶，这个油呢，闻起来味道啊，我当时想起来那个乳酸菌饮料的那个味道。这个油其实我还没评测，但是也被已经被我抽了差不多一半了，2毫升。好，就这么一下就灌好了。这注油真的太简单了。然后我觉得它应该也是可以装奥罗的，我试一下。你看，装上奥罗就是这样，非常短，这比油高那么一点点。奥罗和硬乌龙二都可以。完美的契合。好，我们来抽一下这个奶，我把进气打到最低，最小进气，非常紧实，我觉得有点太紧了，我轻轻的拧一点就到第二档了。第二档也有点偏紧，到第三档，第三档我就比较喜欢，第四档呢？第四档也蛮舒服，它用的是叫做 NS coil，NS coil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尼古丁盐的雾化芯，如果是棉花的就会能够轻易的戳动它，如果是陶瓷的应该会是硬的，是软的应该是棉花芯。上盖的话容易被错误的碰到，然后把上盖推开，这个地方要注意。吸阻的话，我现在是用了三档，对不对？四档。有1、2、3、4、5，有五档调节，我看最大，最大比较空。这个奶珠这个油呢，我现在抽了它这个 milk 牛奶口味，说是牛奶，实际上它是酸酸乳饮料的味道，然后带那么一点点就清凉的感觉。那个酸酸乳的味道和那个小彩条的那个酸酸乳的味道非常像，就我很喜欢这个味道。能够被我抽一半的油，就是我用来评测的油嘛，所以我也是在有所克制的抽。我万一把它抽完了，到时候没得油评测。冰酸酸乳，酸乳的味道还调得非常自然，甜酸相结合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恰到好处的。然后冰的话略微带一点点，然后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它会不会抽多了腻，奶味一般容易起，但它带一点酸味呢，又可能会延缓了它起腻的那个时间。那总而言之，有喜欢奶味的人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口粮。不喜欢就不说了啊，就无所谓的人可以就拿它中间跟口粮搭配的抽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就是因为就我而言，我是不喜欢喝酸酸乳的，很少喝，我也不说不喜欢，反正也不讨厌。但是我抽到这个电子烟的酸酸乳这个口味的时候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蛮过瘾的。这个奶呢，它是40毫克的尼古丁烟，激喉比较柔和，跟超级烟的话是不能比的。因为超级盐它即便就同毫克的都会比其他的要强烈很多，它就属于那种中规中矩的那种普通的尼古丁烟的40毫克的感觉，也有满足感，但是你得抽个3口到4口左右。那么对于喜欢抽味道的人而言的话，像这种就比较好。
像我的话，我是节饮党，所以我抽超级盐比较多，萝卜、白菜各有所爱。酸酸乳真好抽。这个奶味在 Mate 的棉花芯上和在这个上面的表现是差不多的，它的表现会更好一些，但是它是一个实体开关，实体开关还是没有空开来的方便。这样的话，它有一个潜在的问题，就是会有些人因为操作不当造成干烧雾化芯，减少它的寿命。空开就不会有这种问题。那空开吸的时候不坚决的话，有时候会停机的时候会有一个短暂的延迟，就会造成一个冷凝液的一个过多。所以各有千秋吧。但这个设备总体而言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这里面有一个1.2欧姆的芯子，那么相对而言的话，它的这个烟雾可能会更大一些。对于那些喜欢抽口味的人而言的话，用1.2的会更好。像节饮党，你用的是超节的话，我建议用1.6的 Flint 火石电子烟。选电子烟嘛，一个看外形，看续航，看它的解析力、吸阻这几个方面。这个外形我是挺喜欢的，因为它很小巧，我追求小。然后呢，它吸阻5档可调，可以进行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吸阻的一个调节。它的解析力可以算是比较好的，我不说非常好，这样太绝对了，但属于上等的解析力。吸嘴是不能拔的，是固定在上面的。看这个材质的感觉，应该像是一个树脂滴嘴吧。这个设备我推荐，真推荐。就说有些时候，就是我看大家自己去选择吧，就喜欢不喜欢，我留给你们去选择。但这个设备我是推荐好了，这期评测就这样，拜拜。锣鼓队呢？鲜花少年队呢？鲜花上放假休息了。